月十二日是杨幂的生日，众位好友和粉丝纷纷送上生日祝福。大幂幂也是难得在微博晒出多张美照，感谢大家的祝福。她表示，用收到的红包就去买了个热狗，最后送上几张照片，已经今年最特别的祝福。好友 Angelababy、黄晓明和张大大精心准备了跨国花篮，而沙溢给杨幂送祝福时说错星座，让大幂幂笑喷，被封今年最特别的祝福。大幂幂作为娱乐圈中一线花旦，且一向以高情商著称的她，生日当天就迎来了半个娱乐圈的祝福。好友张大大难得的送上了杨幂的九宫格美照，并祝福道，本来是想要发我们仨平日里一起视频通话的截图的，但是因为是你生日，还是发点美照吧，生日快乐。相比于好友们的斗图送祝福，评论区的祝福也是不绝于耳。陈学冬，我的蜜生日快乐，没有全脸合影，谢谢。何九祝福道，生日快乐少女蜜，希望可以感染到你的强大，愿你每晚幸福。